有没有问题要问？有哦，没有，有。好，比如说，我有感。你的鳞次没有意思。无意义。因为你没有交给我。有。我没有改到你的。你看前面，老师，你说那个什么几棵树，那个你没有。老师不干嘞，一篇而已，只有一篇。老师，老师你干点的不干了。哦，这页我没有改，我就要改其中三页，这页没有改。我光有自己改哪一页而已。那你这里有看吗？这里我没有看，你就是看不懂的嘞。不是看不懂，我没有看。我只有改二六二七跟三十三。二八。二六二七二八三十三吗？我记得我改三页了。我改三页就对了。好，二七二八跟三十三。对，没错。我只有改这三页，其他的没有看。老师，那这两个，我要反应慢慢快一点，姐姐。老师，你下一题啊。好，二十八页。你要问我哪里吗？你想要知道它对不对吗？好，老师，你讲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请翻开二十八页。好，二十八页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二十八页那三那一题。好。啊？你是去停住眼吗？一直去炮战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呢？你到底去不去？你跟我去吗？我去呀。好威啊！好。为什么你现在去？为什么你刚刚下课时间没有去？我回灯的，你那个几点呢？啊？会国语的物件，赶快去，赶快回来。好，来我们看二十八页，翻开二十八页。来，二十八页最下面那一题，那个秀成，看题目。他说光速一秒，这个我们之前不是有提过吗？跑地球七圈半。光速一秒可以跑七圈半，地球七圈半。光速一秒可以跑七圈半，那如果我三秒呢？三秒，三秒就七点五乘以三啊，二点五。光速一秒可以地球七圈半，一秒可以七圈半，22.5，一秒。地球可以七圈半，那如果我三秒呢？22.5，22.5，22圈，22.5。你会七圈半？乘以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题，一秒钟可以走3×10的八次方公尺，三秒钟呢？那个答案算出来再乘以三，就把这一个乘以三，对不对？所以是三，好，不要讲三好了。三的。如果是五秒好了，这个就会乘以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会怎样？就会用这一个，一秒钟可以跑这么远，五秒钟就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就看他花多少时间了。他花了一小时，6分40秒。6分40秒。是那个谁？哎，是那个叫什么？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有小时，再有几分，再有几秒，对不对？他花掉了一分钟，不，花掉一小时。然后六分钟40秒，这个不就类似像等级吗？注意听哦，60秒才可以晋级到说它是一分嘛，对，60分才可以晋级到它说它是一小时嘛。那你要换算成什么，你才可以这样算？秒
要换算成秒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个40秒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这是6分啊，那要把它降级嘛。360。要把它降级，所以你要把它乘以60。一分60秒，对不对？把它降级，所以6乘以60。360。可以吗？然后这一个呢？一小时要先降级成分嘛，所以一小时是60分，对不对？那60分还要再降成这个嘛，所以再乘以60，所以它这样一小时先乘以60，先降级到分再乘以60才可以降级到秒，可以吗？然后一小时就变这样，六分就变这样，40秒是这样，所以再把它怎样？你把它加起来，这个答案就代表它有几秒。10秒。来，自己算。来，所有人写上去。你们蛮多人没有写的。是我写，还是错的？写上去，就这样子写。10分秒，按照我这样子写。就按照我这样子写。啊，他我背稿，他抄的地方呢？啊？他不要涂掉。不要涂掉。就按照我这样子写。1小时6分40秒。等级不同，秒的等级、分的等级、时的等级都不同。那你那个单位不一样，所以你要换单位，所以你要把分写在习作上。你要把它降级要乘以60才会变秒，所以你要把它乘以60。对，老师啊，关于上次那题速率用速率算的那题，那一题的算法是对的，可是我还是找不到好的讲法讲那一个。我有问啊，我有问您的，对，我有问老师，伟大教授哦，问题啊，老师哦，用几这他那个用算法用速率的什么？那个算法是对的，但是一样没有好的想法去讲他。那个教授他说什么？他只说对，他没有跟我讲想法在哪里。他不要跟你讲啊？他不是不要跟我讲，他很忙。他很强吗？好。啊、你要算完啊！答案算出来了没？要算完啊！我要答案算出来之后嘞。之后不知道、哦，想一下。这算出来多少？4000啊。4000秒。5秒的话，你就一秒可以跑7圈半，5秒不是乘以5吗？对啊，乘以4000啊。那、啊、如果是用几圈半来讲，那不就是7圈半？乘以多少？如果我有4000秒，你就要乘以4000嘛。可是他不是在问这个嘛，他是在问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一秒可以跑那么远嘛？所以要把这个再把它怎样？乘以4000。所以道理是这样，一秒可以跑这样4000秒，4000倍。所以这个也一样，要几倍？4000倍。把这个图画在笔记本上，不，画在那个习作上。把这个图画起来。一秒可以跑那么远。我都要画下回了。写不下。我写不下。那这个都要写吗？整个都写。你以后写题目也是一样，就像这样画图就好。一秒可以跑那么远，那我要知道4000秒的话，它可以跑多远？那一秒到4000秒是4000倍，所以我的距离也会跟着4000倍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你就需要把这个算出答案来。那个要怎么？这个要怎么算呢？把那个4000换成那个2的2次乘以10。对，4000化成什么？化成科学记号。4000化成科学记号。对。经典你没有跟上。2的2。你没有写哦。2的2次乘以10的3。3乘以10的8次方乘以4000怎么乘呢？你可以把4000改成什么？4乘以10的3次。改成4乘以10的3次方。
我需要挂号哪里？哪里需要挂号？哪里需要挂号？这个在做乘法，这个也在做乘法，我不挂号没有关系。哎，啊，你把它挂号起来的意思是说它是四千嘛？对。那我把它打开跟有挂号是一样的。对。好。然后我就可以等于这两个算起来多少？十二等于十二。然后这两个乘起来呢？10的11次方。结束了没？还没。对，这个还可以让它进一位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变1.2×10的。来订正，这里错的人做订正。你还没写，啊，你写好了吗？这一题要算到这里才叫结束呢。这题要算到这里才叫结束，你把题目再看一遍，不要只是把黑板的东西抄下来。你们要知道自己在写什么。这一题整个题目是在问，他一秒钟可以跑这么远，对。那花了这么多时间，他可以跑多远？所以我把时间换算成秒，换成4000秒。那一秒可以跑那么远，那4000秒，所以我就把一秒可以跑这么远再乘以4000。然后再把它算出来。27页的，这第十题老师哪都改。27页我只有改上面，下面两题我没有改。哦。嘿，我先改这次段考的范围。地球学记号，我赶快拿。第3题。来，没关系，我再讲一次哦。来，10的3次方等于多少？1000。10的3次方是1000，它代表的是10×10×10。注意看哦，看好这里哦。那如果不是10的3次方，我讲10的-3次方呢？0.003。0.00不是0.003。0.003。这一个呢，可以把它变成导数。1/10，所以它会变1/10，一样是3次方，对，只是它把它变成导数，对，所以它是1/10×1/10×1/10，所以这个我可以把它写成是10的3次方分之1。注意听哦，好，你们不太专注，这个可以变成这样，对，所以你看到这一个，你要能够想到那一个，田子成看好这里哦。所以请问一下，10的5次方分之1会等于什么？等于那个10分之1×10。对，它就是10分之1×10分之1连续乘5次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它是十的导数连续乘5次。乘5次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把这个写在笔记本上。你笔记本被我打三角形的站起来。笔记本被我打三角形的站起来。你讲封面吗？封面，请你看封面。来，请你看，现在所有人看笔记本的封面。所有的人看笔记本的封面，封面在哪里？你不知道吗？作业这样。我应该是写在右上角，你右上角被我打三角形的。你知道你们为什么被我叫站起来吗？为什么会打问号？因为你们没有写作业。然后再全部翻开到我改的那个地方。好，我只有改那个科学记号的那个符号而已。我有叫你们要画那个等级，对，你们连写都没写，这样很不应该。你们下课还有在背你们老师法吗？有。
有啊。他是回来吃了，就是跑完、啊、还有一点点时间。那你们就加倍。一节下课，懂吗？等一下下课，你就是加倍。你们老师罚什么，你就是再加一倍。好，坐下。好 ，OK， 来，注意听我这里，注意听我这个。那个，你们那个很多人，我觉得你们作业写得很不用心。我改你们的作业，只有极少数的人，极少数的人，真的是极少数，全班27个，只有极少数的人是用心写作业的。我只要你写那个近几的图形，你们第一个没有用尺画，第二个字乱写，第二个格子没有一样大，第三个你的线条都乱画。你十的几次方吗？好，第三个你不会画，你不会去看，注意听我这里，你不会画图，你忘记了，你也不会去看之前的笔记，学习态度真的打叉叉。你们班这一次真的是画一个大大的大大的叉叉，不止没写作业，而且也写得很不好，大大的叉叉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写得很好，就陈伟珍，所以他功课好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会很扎实的去完成老师要求的东西。好，首先晋级，从十开始。晋级，十、百、千，对不对？十、百、千、万，我叫你们写到十的六次方。对。这个是晋级的门槛，注意听，先听我讲就好，先听我讲就好。这个是晋级的门槛。然后这个图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方向是升级，升级要乘以十。你们只有画箭头，没有写乘以十，不用心。真的，真的，我觉得你们这个作业写的超级，真的是让我很失望。接下来，这个方向会变成降级，除以十，除以十，所以这个再过来应该是谁？十的负一次方。不对，不对，十的零次方。好，没关系，没有学好就现在弄清楚。确实有人写十的负一次方，它是不对的。你十的负，你在降级的时候，你在降级的时候，三次方、两次方、一次方，接下来应该是会怎样？三二一，你在干嘛？次方在减一，不是吗？对。每降一级，次方减一，所以这里应该是十的。所以你把它除以十，这个是等于一。十除以十会等于一，好，然后再往下降会变成次方再减一，所以这样子持续写上去。所以上面的次方越写越多，但是它的等级越来越小。往这边等级越来越大，然后我们会说，因为你的升级标准是这样。这一个我会说它是哪一级，这一格十的二次方会是十的二次方等级，所以你说是第二级，我同意，这个叫做十的二次方等级，这个叫做十的二次方等级，用十来当标准，你这边写二我同意，可是你要知道你在代表什么意思，这是第二等级，叫做十的二次方等级，这一个呢十的三次方等级，这一个呢十的一次方等级，所以从这里到这里应该是零，对不对？这个要写多少？负一还是负二？负一。秀晨，看我这里，手放桌上。第二次喽，这个地方要写负二还是负一？负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的升级标准是这样。我们的升级标准是这样。所以他到达这个门槛，
到达这个门槛，还没有到达这个门槛。对啊。所以我说他是一次方等级。这一个他到达死的二次方等级，他到达这个门槛，所以我说他是死的二次方等级。他能够写在这里，代表因为我升级是这个方向，所以这一个是死的二次方，代表他到达死的二次方的门槛，还没到达这里，一样的意思。这里，我的升级标准是这样，我的升级标准是这样，所以我到达这里了。还没到达这里。对啊，你想一下。没得变，没得变，从头到尾都一样。没得变。你觉得是负二的，请举手。你说负二，十的负二跟十的负一，这里有。这个的等级是负二的，请举手。好，那就只有他不知道。OK， 两个不知道。好，注意听哦，哈。我的升级标准，我的升级方向是这一个，升级方向是这一个。所以呢，我这个地方到底要算这个等级，还是要算这个等级呢？是啊。为什么会选他呢？因为我的晋级方向是这样，我已经到达这个了，我还没到达这个，可以吗？所以我的等级在四的等级，这个数字呢？还没到达。我已经到达这里了，我的数字已经到达这么大了，可是我还没有这么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急。没错啊，我的晋级标准是这样啊，我没有改变我的方向啊，我不能改变我的方向，我不能到负数这边来，我就说这个地方乘以十啊，我要从头到尾都一样，整条数线从头到尾都是往那个方向是升级，往这个方向是降级，可以吗？不是说到负数这边来的时候，我就变成这样子是升，这样子是降，没有，从头到尾都一样。从头到尾都一样，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乘以十，也是对的，因为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一除以十，所以它是零点一，十分之一嘛。这个是多少？零点零一。这个是多少？零点零零一。这个比较小，这个比较大，我要乘以十才可以变它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升级标准是这样，我的数字有这么大的，可是我还没有这么大，所以我的等级是。负三，我已经讲法跟这边的讲法一模一样，讲法跟这边的讲法一模一样。这里有一个死的二次方，有一个死的三次方。我的升级标准是这样，我到达死的二次方等级了，还没有到达这个等级，所以这里的等级我会说它是死的二次方等级。同样在二跟三这里，我的升级标准还是这样，我没有改变我的方向。我已经到达这一个标准了，可是我还没到达这个门槛。我还没到达这个门槛，我就不能说你要到这里才可以说你是负二等级，到这边是负一等级。所以，然后回头就是怎样呢？降级。然后这个是一，这个是多少呢？这个是十，这个是一百，这个是一千，这样。来，所有人把这个图画一画。
被我全部打勾了，不用，好像除了一龙，那个伟真是对的，还有谁是对的？举手。一龙，我有打勾了才算数，我有给你圈起来，就是你有错。啊？有的人只是那个乘以十跟除以十没有写的，来，其他人只是订正的你就订正，只是订正你就订正，其他人要完整的写。那上面那个也要写吗？零一二三那个代表什么？它的晋级标准。不是，上面那个是代表等级。那个要画吗？全部都写。没关系，再问的意思就是你不懂。不懂就问到懂，不然你们还是不会。然后呢，你的每一格应该要画的一样大，你的每一格要一样大，左右各画到三就好。不懂你一定要问到懂。然后你写东西，如果你只是把黑板的抄下，我这个讲好多次了，可是你们好像还是没办法做到，感觉上你们学东西都只是在背东西，感觉不到你在动脑筋。这样学不来，这样学不来。第九题，好，来你的给我，哎，对，很好。这不是五吗？还有这是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做第九题了。就是你错的那一题。哦，我也错了。这个独坐五乘以十的五次方分之一。也读作一除以五乘以十的五次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来靠我这里哦，靠我这里哦，哈。五乘以十的五次方分之一，我可以把它读作一除以这整个，所以五是在被做除法呢，答案不可能会有五，五是除以五，不是乘以五。所以答案绝对不会是零点零零，我不管你有几个零，你最后出现五，保证是错的。先不管答案是什么，五是要被一除哦，是除掉，我要把它除掉，所以你不可能会出现，不可能还会出现五在那里，不可能。好，接下来这一个我可以把它转换成什么呢？我可以把它转换成，把上面的一改成一乘一。看我这里哦，你这个还没有学起来，我觉得你们真的不太专注呢，真的是，就是那个眼神不是很锐利，就是很分散，你们要把那个眼神抓回来。我是在除了全电脑。来，看我这里哦，五乘以十的五次方分之一乘以一，对不对？好，除了那个颠倒，那个等一下再讲。这一个分数的算法，来看我这里，眼神还是涣散。眼神还是涣散，因为我看到有人涣散，不要让我一直点名哦。来，这个要怎么算呢？我可以利用分数的运算，不是除法就颠颠倒，你要找方法怎么算比较好，这样好不好？五乘以十的五次方分之一，我就可以把它转成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还记得。我可以把这个分数转成这样，对不对？对。林轩，你没有看我这里。来看我这里，没关系，就是我处理就好了，你们不用再跟着处理，因为这样会很乱，我就变成要处理他完，还要再处理你。了解意思吗？同学不专心，我会处理，你不需要再接着下去。好，再来这个会等于十的五次方分之一，对不对？对。接下来这个是多少？零点二。这个不是五，这是零点二，对不对？可以哦。好，所以这个是零点六，绝对不会有零点五，有看到了吗？好，再来这个怎么写？十分之一等于零。对，但是等一下，我们这题的目的是要变成科学记号，我们是要变成科学记号。所以刚刚我有跟你们教过这个东西等于多少，对不对？
所以它是使得五次方分之一，就是十分之一乘十分之一，连续乘五次，所以是十颠倒了五次，了解吗？了解。要学想法，学我怎么念的，不要只是背。接下来这个能不能当答案？不行。不行的理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数字小于一，所以你要把它升级，升级要把它变多少呢？二乘以十的负六。慢慢来，这一个升级，所以这个要降级。负五次方降级之后，到底是负四还是负？负六。把负五次方降级，你这个图就要有，对不对？你降级，所以是往这边。对。升级是往那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负五嘛，负五再降一级是谁？负六。这样了解我在讲什么吗？了解。所以是死的。负六。来，这里错的先做订正，完整的写。好，要怎么写小数？先把这个写好，好不好？你先对其他题目。我曾经打过你们吗？没有。那恐怖也打起来。老师，你讲的猫啊，那个刚刚那个不是吗？好喝。老师，我今天要太温柔了。老师太温柔了。我不是。老师，你看我老师凶起来的样子，你没有。这学不出来。哎，对，我不想凶而已。老师，你一点不学不出来。不是。老师就怕你不夸奖你啊。不，我难不过我跟你讲。啊，这不是重点，学起来考试好成绩才是重点。你干嘛一直不打算？我吗？好奇。所以，如果我们用那个，这个会变成是五，然后一二三四五，对了哈。对。好，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哈，现在的问题是这样，你那个写法必须要是什么才会有那个答案？必须是这样。多一个零没有。跟多一个零少一个零没有关系，就是。十分之一等于零点，这个等于你要出现一个零点零五，我必须是100%，五必须是在上面。100%是零点零一，五个100%，所以算是零点零五。你要出现零点零五，必须那个五是在分子，它是五个100%。可是它这个五不是在这里，五是在这里，五是要被除掉了，它不是五倍，它是除以五，不是五倍，不一样。所以你这个一样还是要转成这样，五分之一乘以十的五次方分之一，可以吗？然后呢，那个五分之一可以变零点二，这个五分之一是零点二，后面的那一个呢是零点。来，要几个零？一二三四五，对不对？对。了解有意思吗？了解。负五次方除以十的五次方除以十的五次方除以五次嘛，降级五次，从零开始，小数点开始降级五次，一二三四五到这里停，懂吗？懂。OK， 所以你的算法应该是这样，了解意思吗？好。然后你再用这个去算，可是我不会这样算，因为这样算有点麻烦。所以这个，如果你用这样算的话，这个变成是二乘以，这个被降一级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个被降五级，这个降五次，这个降一次，所以总共降了六次，也是可以算。但是这样感觉上会比较麻烦，而且容易错哦，容易错。好，还有没有哪里有问题？赶快哦。我们时间很有限呢、啊。没了。有问题赶快问。自己写，你回家就可以做了。你昨天回家就发了，不是吗？我今天才发。今天才发的。好。还有哪一题有问题？没有
第十三高。第十三题是指哪里啊？第几页？第几页？28页，高悬气爆事件。没有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不是说他是28亿。4000万。来，我告诉你，就这样，28亿4，然后千万元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希望你把这个转成科学记号？对啊。那你要把它转成科学记号之前，你总要先把它变数字吧？对啊。好，我们来变数字哦，注意看哦。均点你没有在我这里。284。所以它是这样，28亿到这里是亿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是4000，注意听哦。4000，对不对？4000，四千什么？万。所以万是什么？4个零。没了。然后这个再把它变科学记号，就变成什么呢？2.84乘以10.94。你连续升几级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对不对？来，同学，升级要从哪里数？你有两种数法，注意听，你有两种数法。第一个数法是从这里吗？不对哦，因为你十才有晋级。注意听我讲，注意听我讲，十才有晋级，所以一第一级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要数到这里才停，因为这个是最高等级的数，这样数比较好，因为你知道你在升级，升到这一级。再一次，如果你要从这边开始数，从这里开始才是真正的第一级，对不对？十嘛，十的一次方第一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或者你这一集不要算，你这一集不要算，你就要往后倒退，一直数到这里哦。这种比较没有感觉，虽然答案对。好，你点在这里往后数也可以数出九。好，所以九次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来，你不会的这一题的，请你要跟我一样写。有。跟我一样对齐着写。28亿4000万元，对齐着写。什么叫对齐？28亿，然后四千，切开万。那后面是一个万呢？来，这一题的答案这样子写的话，你的答案就要写说它是2.84乘以十的九次方元。你也可以写一个答案。来，你的答案可以这样子写。或者写成2.84，这里不看，就变成什么呢？乘以十的几次方？十的五次方。可是呢，你后面要写什么？你后面要写万元。这个我可以给你对，单位不一样，单位不一样可以。你选择用万来写单位可以，两个答案都一样，你可以写它，也可以写它。上面这个是用万当单位，下面是用元当单位，所以你答案的时候，单位一定要写。对，单位就变得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我说我没写单位，你给我对。我打勾是打勾在你是元的时候，你是对的。然后我有帮你写上元，不是吗？没有。好，对不起，改上去，对不起。我没有帮你改的，你们自己会发现，代表你很用心在看。来，所有人算这一题，写在笔记本上。要抄题目。要抄题目。你觉得很难的，请举手。你完全不晓得该怎么算的，请举手。不晓得该怎么算的，请你去看笔记，我有教过，上个礼拜才刚教过。这里不
对，那你我有教过，可是你们也没有写好。这里。我改的时候也感觉到你们没有写好。笔记做得好，你遇到困难，你会回去看你的笔记。去翻笔记，我们有教过。如果你连有印象都没有，你要加油，因为代表你不够用心。因为你连记得我上礼拜才刚复习过，你连知道要去哪里找都不知道，或者你应该要写的笔记你没有做到。这个我刚刚才刚教过。算好了，请举手。还没教。看一下题目出的不好，我应该倒过来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写的那我有讲过啊。哎，你们现在都要脱鞋子在教室是不是？说他做实验，看会不会是因为鞋子脏才会被扣分。啊，如果没有还是被扣的话，就跟鞋子没有关系。好。单纯做不走干净。哦，好。是我只能算到这样而已。你要认真一点，你真正无咧听，无咧上课呢。我只能算到这样。老师一定要换成真分带分数吗？不要。不用这么算，不用这么算。OK。还不错。遇到困难没关系，但是你写的很好。不用这么算，你要练习用次方来算。错。你是怎么变的？你哪有办法变到比这个？你是怎么变的？你的一又七分之六从哪里来的？写的不错，但是你上课要专心，你都会分心的。我看你现在写在哪里啊？好，你还不晓得该怎么办？你写的不错。好，大部分都写的不错，那边我还没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看看这边，基本上来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基本上他是在做除法，而且是前面那一整个除以后面那一整个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最简单的写法就是，请你把它写成分数，请你把它写成分数。来，请你把它写成分数，所以是前面那一整个要把后面这一整个除掉，看黑板喽。要算的，君点你一定要认真。你们有些人很容易分心的，老师没办法一再的提醒你，因为当我提醒你的时候，你那一段都没有听到。来，再来哦。这两个在做除法的时候，你们有看到这个可以自己除，这个可以自己除，对不对？可以把它分割嘛。所以会等于多少？七分之九乘以十的负四次方分之十的五次方。对，这个不用动，因为它已经是最简分数，你也不用把它改成一又七分之二，都不用。然后接下来，哦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那个答案了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那个答案。好，没关系。接下来，十的五次方除以十的负四次方，乘以十的一次方啊。等一下，十的五次方，你的答案写十的一次方，什么时候才会是十的一次方？那个中间那个组合变成整。中间那个组合变成必须是这两个是做乘法，可是这两个是做乘法吗？除法。如果是乘法，如果是乘法是加起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是除法是相减，所以你应该是五减负四，对不对？五减负四会变多少？九。所以会乘以十的九次方。小心哦，你们会把它乘起来哦。那你如果这个不会算的人，记得除法是相减，除法是相减，所以是五减负四才会变这个。
然后这个就是答案。原来就是这个。因为这一个已经是大于一又不到十。一农你错在哪里呢？你错在以为它还要再还要再升级。那你还要再升级，你却把它加上十。对不对？就算它要升级也应该是乘以十。升降级一定是乘法，不是加法。没关系。这里错的订正好才可以下课。好了，订正好了。好，下课。谢谢老师。